功夫广场劲，功夫广场劲，功夫广场劲，功夫广场最潮，功夫广场正式启播，功夫广场正式启播。鲜龟板先是龟苓膏的主角，吃龟苓膏你没有理由对龟没要求的。由70年初做到今日，吴耀明先生称得上是做龟苓膏的专家。没那么优质的养殖场，怎保证那么优质的鲜龟啊？做有功效的龟苓膏，龟当然要讲究了。
国张庆天。现在我们隆重有请颁奖。